大家好，我是 BA， 我再快速讲一下，BA 独家悍马武器系列的料号啊，还有组成方式。H01 大弹箱50，不要看盾，大弹箱50。H02小弹箱50，啊，机构可以动，啊，你装上都可以左右。H03双枪50大弹，双枪50大弹。H04双枪50小弹箱，双枪50小弹箱。H05 MK19榴弹枪大弹，它只有大弹。通用护盾单枪都可装，单枪好，单枪四样都可装，单枪任何单枪都可以装，双枪不能装。透明护盾一样，单枪都可装。自动武器站 H09 哦，这是一个 set 完整 set 单枪。 H10 托式哦，可左右。好，武器弹药是可以分离的，可以左右，然后含一个控制器这样子。H11，好，弹药托式弹药，弹药组，单支。货卡整个 set 含双门货卡车顶后面。板子、护栏、两侧门板、后斗板凳，然后，后斗踏板，然后跟你讲一下，国军式样，护栏含那个棚架的架子的洞，哦，这个棚架的门杆你要自己去凹，可是就这是国军货卡式样。H14 这个是厚保14 ，H14 厚保含下骨，厚保含下骨。H15弹性天线，弹性，它不只是这样可以弹，它也可以这样凹，哦，跟真的一样。可是你不能不含这个座。H16 IDE 天线含座。含座只有 IDE 天线含座，高发射性的天线 ，IDE 天线才含座，可是它们都可以留用，哦，跟弹性天线跟 IDE 是可以留用的座。电视板前车门两片，后车门两片，引擎。电视板 ，OK， 然后最后是小细项，货车的所有零件可拆卖，车顶、护栏、车门板、板凳、踏板都可以单卖。好，以上是这一次第一波含第二波细项解说，然后。会有问题的都是盾可不可以装箱，不能 IDE 天线座能不能拆卖，不能，你要有座就要有 IDE 天线你才可以留用，哦，以上。